如果女孩子呢喜欢的男孩子哎，也不妨呢把他约来台南啊，约来台南也一样拜拜月老啊，吃一下这个爱情餐，吃一下宋董事长特别做的这个甜蜜甜蜜包啊，甜蜜包啊，上面还是龙须糖啊，也很适合做那个姻缘线的那个糖，姻缘糖啊，如果他用那个火龙果的去染色做出来的糖，会有那个火龙果的味道，应该很适合。除了卖龙须糖啊，这个也可以做这个爱情线啊，这个姻缘线的爱情线糖，应该会不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